我爱干净。姐姐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梳头发，你进来做什么？我要洗脸刷牙，姐姐，你可以替我挤牙膏吗？如果你答对了我的问题，我就帮你。你说说看，冲凉房里有什么？冲凉房里有牙刷，还有呢？有马桶、洗脸盆、洗发水、沐浴露和香皂。还有呢？有镜子、梳子、洗手液。答对了，我来帮你吧。我肚子痛，我要上厕所。没厕纸了，快帮我拿。上厕所以后，你要记得冲水呀。弟弟，我要冲凉，帮我拿毛巾。哥哥，我的脚好脏，我可以进去洗脚吗？好，你进来吧。咦，好臭啊！要吃早餐了，你们的手洗干净了吗？我刚冲凉，手很干净，身体也很香。你真乖。你洗手了吗？我洗手了。爸爸刚回来，还没洗手。好，我去洗手。这是谁的牙刷？谁没有刷牙？我刷牙了，我很乖。我吃东西以前会洗手，起床以后会刷牙。你刷牙了吗？哦，是我，我忘了。你还不赶快去刷牙？